세무신나动物啊，飞禽走兽会有这种附身的情况。我现在在外面裸了手，不知道待会会干出什么事情。你是不是新年叫好事去开人哈？这不是新年啊，爹那无，那就等个新年哦，再加工会。你去帮他处理，这么行啊？有一些法术不能碰。不想把妹，后面好心，这个不伤心。你努力。